燕姐主持辛酸血泪，怒呛节目没良心。在这个节目到底做了哪些事情？请你问心自问，对得起我？你知不知道你的主持人年纪有多大？在我心中，小燕姐一直是18岁，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事她。回顾小燕之夜的精彩3年，有血有泪，爆笑不断。话说阿布抽到了牌，他目前的感情状况又是如何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个人，他现在还挺瞒着。因为他觉得如果让他曝光的话，会让他的好朋友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类型的？我也是觉得。我说真的，我是想的那个人，其实我从来没有跟别人知道说我其实蛮欣赏他。小甜甜？不是不是。什么了？会不会是我们下有拍照吗？那可以剪破口，这样子。这个人呢，如果你真心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会像琴瑟和鸣一样。哦，是好的。所以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在意自己心中感觉。就是有机会的意思，就是。哎，只能说出来了，真的只能说出来。真的。对，不用说出来，不用说出来，不。千万，不是，没有，不是千万吗？千万，千万，要不然你多看小燕姐几眼，你就会讲出来。你居然看多看她几眼，不是啊，我全部都讲出来了。多看几眼都不能说出来。OK， 哎，就几抽一个，凑几抽一个。单身，单身，对。有没有结果？有没有结果？我觉得，我也想知道。因为他的感情路还蛮坎坷，真的。而且所有我认识10个女生，不管是圈内圈外的，看到这几个都说他怎么那么好，为什么是单身？对，你现在想的这个女人，不要乱想，好，不要乱想哦。好，你不能想林志玲那一种，不会啦，他心中有。哇，变魔术啊！然后他还会自己跑上来这样，不能看。好耶，好紧张啊！抽一个大的，打了什么？啊，不好洗啊！你好像荷官呢。不要乱想。哦，翻过来那一台。不行，不是。既然翻过来了，就翻过来，把它洗洗吧。既然翻过可以吗？你选择。既然翻过来，我觉得有缘分。有缘分。我觉得有缘分。我会被你。是吗？不错，对，小牌拥抱，拥抱，看起来不错，拥抱。但是合上大牌以后，就被威胁。是，你刚才心里想的这个对象呢？你们两个是可以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但是这是一个危险之恋啊，是一段禁忌之恋。刺激哦，真的吗？受伤吗？他会受伤，还是双方都会受伤？双方都会受伤。哎呦！当然，真的。我心跳的好快，我的天哪！这件事情是真的。谢谢你们这边看诊好快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的看诊。不但快，而且准。真的哎！要不要抽一张啊？我抽，抽也是刘真抽。等一下，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看邱医师的专家。哇！小燕姐这样接好吗？这样我的专家形象就没了。我刚刚很有专家形象，然后让你们稍微轻松一下。好，还有对戏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台车的主人到底是谁的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詹维忠。让我们跟着詹维忠老师一起帅气的钻弄巷道吧。
袁老师啊，不过你的姐啊，还是一个裤，小袁这裤带少一个哦，是掉了，这刻意的，刻意的，徐老板，这如果有两个口袋，就更不值钱了。来，高密度脂蛋白，你就去打，这就是好的胆固醇。讲完讲你就忘了，是不是？谁记得？谁记得？还要再去查一次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这样这里少写一个失智症还是什么？跟季节无关了，跟季节无关了。今天看到张君丽很开心哦，很调皮哦。今天一点都不紧张，今天一点都不紧张，是不是？完全很开心。力求表现呢，你话就最多。做完这一集，你还能回家吗？有些人真的是很年轻就会有斑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哇，这真的。这如果只有照手，我们会以为这25岁。哇！看到没有，佩珍，你会佩珍加分，加分，加分。佩珍，你现在知道你老公其实讲话有的时候，其实啊，自己要晓得自己到底好不好。那今天呢，这个邱医师呢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拉小提琴了，就因为我们节目要他拉，他其实都有点胃痛，这样子嘛，你拉一拉嘛，拉得不好我们就剪掉。跳的像刘真啊，有一次跟老师来跳，哇，表演就还有那个台湾舞娘，就是真的是跳的是很厉害的，但是我们要求人家这个医生来表演是不道德的事情。我真的失心疯了。你其实有表演欲。我其实是想表演高尔夫球。但是他们说这个棚里面的东西都很贵，高尔夫球难表演。对。但是就喜欢这个从重击的真的蛮多的，很多明道啦，还有坐坐啦，哎，我发现坐坐也好喜欢。起重机啊，那要讲到你了。哦，我，哦，还有，我没有喜欢重机，对我喜欢看别人起重机。你喜欢改车？你喜欢改车？哎，没有，只是想把车打扮得漂亮一点。一台车改了25年还在改，很厉害。有没有20年？因为你改越改越多，你投入有没有20年？没有了，大概快二十年。你就知道一个女人呢，你把她脸也鼻子也换了，脸也换了，嘴也换了，胸也换了，什么都换了，她是谁呢？这是一个投射。小时候你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买车或是买玩具，真的。对你长大就多一个玩具。童心。现在你们了解普学亮了吗？我们是有一个童心的。对，我们心里住着一个小机缘，其实很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第一天录影的第一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今天是我节目 SS 的第一夜，当然他们也要来，让我们回味当年最美好的时光。各位观众，欢迎超级主持群，普学亮、洪明亮。什么叫 SS 小燕之夜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要特别对 S 很敏感，就他会研究那个 S。我真的对表演充满了热情。一笑，就这样，大概就这样，他就这样红的。如果没有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你还是会以表演为你终身的志业吗？可能会去考看看街头艺人。很少来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打工啦。他在茶艺馆，好有气质。不瞒小燕姐说，我还去参加过歌唱比赛。真的，报名之前就是来那个。这个之前来节目大对抗，这有什么？我们小时候我还参加过五等奖。
舞台剧真的很难。我记得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什么？我会上气接不了下气。舞台剧我真的觉得很可怕，其实很累了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，又一个东西你记住以后你要记好几个月，然后你永远都担心那个会忘掉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演，对不对？当然。阿亮曾经说过，我如果再演，他还会跟我演。场面话。常常有的人说，爸妈工作的时候不要带孩子去。我觉得应该带孩子去。有些演出如果有机会可以让小孩子到现场来看的话，我会希望把他们带去，让他知道他爸爸在做什么。嗯，可能他不然他永远在电视上看到你，他不知道你要做。实际上你的做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对，有些过程，有些事情要让他跟你说，爸爸，我其实比较像看韩团。对，他问说那个教导主持在访问那些韩国歌手的时候，他可不可以去看？他不太会想来看。你这样骑车，你们这样骑车，有人认出你们吗？很少了，对啊，只有他了，只有他包成这样，怎么认出？超马和长本应该认出来的，没有，是我认，只有他认出我们。我们两个骑完就是也是这样子嘛，然后就有人说，哎，哈林，哈林，哎，我们两个在，还不理他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谁啊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要理他。他们两个都以为自己是明星，说不要哦，不要。对对对对，没有了。这我要讲实话了，阿亮不会了，人家不要找他拍照，阿亮还说，哎，要不要跟我拍照？没有，如果要跟他拍，他比较不自在，我知道就挡出来。好朋友就是这样子嘛，他比较不习惯做这种事情，我就跳出来。你就跳出来说，好，没有鱼虾也好，就做。其实他的碎碎念跟他的处女座其实是很严重的。不是哦，没有，你看我现在都没有念，其实没有。他没有在我们面前念，比如说我们跟他讲说，哎，阿亮啊，你要不要去干嘛？他，不好不好不好，回过头跟我。其他工作人员为什么去？有，是不是？骑路嘛，对不对？以前没有高铁嘛，比如说去南投，那就是坐公司车嘛，九人座去嘛，他可以从台北一直念到南投都没有停哦。大家已经睡一觉起来了，他还在讲，哎，奇怪，那个人会不会找到？哎，天气怎么是这样的？哎，那个油够不够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要不要加个油？罗亮子的中医思想是个外，无外的本事，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答人，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。如意外外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，刚好 everybody 一起来，要懂得推理，要心存怀疑，要充满好奇，要巨细靡遗，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哈哈乐团穷出江湖，小燕姐开金口唱歌啦！世界知名的这个乐团叫哈哈乐团。小燕姐，我还有，只要这四个字就好。恭喜恭喜你呀！非常重要一年，真的。他跟金世杰那时候来舞台剧，就是因为这个戏是我踹他出去演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坐在下面很紧张，就很紧张的把这看完，我就觉得哎还不错的戏。但到了100场的时候，我坐在台下又去看他演，然后他跟金老师两个人的那个已经不叫演戏，他们就是一个教授跟一个他的学生，然后共度这最后的14堂课。我很幸运啊，遇到贵人吧，就有机会跟金老师两个人单独演一出戏。那在他身上就慢慢，而且他们还去北京演事情，他这样子的国语去北京演，我好担心呢。结果没有想到大家都给他们掌声，场场爆。幸运。但100场的时候，我看到最后哈，我就站起来给他们两个鼓掌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走到这里啊，最开心的时候不是人家对我鼓掌，而是我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，给他们鼓掌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小燕姐，真的要谢谢，真的要谢谢小燕姐。然后呢，他就偷偷在跟别人讲说，他很想出唱片，想自己啊卖部车啊或什么的。我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有录音室，当然要好好要做就好好做啊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就赚到了，对，谢谢小燕姐。但是我是觉得，一个人12年以后还敢挑战站在舞台上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舞台剧，所以我觉得他舞台剧演的真的非常成功，所以帮他完成这个
要不要再唱一下？好啊好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哎呦，展现一下我现场的。好想听哦，每首歌都很好听。好，这首歌叫什么？叫《母鸭叔》，很适合这个年纪的歌唱，很好，鸭叔很好。人生，但是危险的事情不要做。对，不要做，先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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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等他把他的事情处理好。哎，对对，你们都适合谈的时候再谈。啊，你现在就拉回去了，对不对？鸭叔，鸭叔，鸭叔，来来来。怕输怕输我不怕输啦，怕输怕输我不怕输哦，蜗牛背着那颗满满的耙，我要追多久才能到达，每一天都很适合出发，哪怕路口危险有分岔，会不会为着爱情就会疼，把困难拿掉就像发芽，但还有别的梦在发芽，养在希望里愈来愈大。怕输怕输我不怕输，所有挫折都是一本书，让我找到未来可以阅读，怕输给梦想的人最孤独。怕输怕输我不怕输，所有挫折都是一本书，生命本来就该加油添醋，不输给梦想的人最幸福。我不怕输，我不怕输，怕输怕输我不怕输啦，怕输怕输我不怕输哦。他讲了这十年十几年在大陆，讲着讲着，眼泪就眼眶想到以前，小虎的时候，想到当中吃的那些苦，眼泪就掉下来。但是在演艺圈真的不要怕输，海军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孕妇可以穿得这么 sexy 的，对不对？怕热，怕热，怕热，对，现在比较怕热。这节目播出的时候，二十天就要生了，三十天，好紧张，紧张，好紧张，你不要太紧张啊！我还好，我蛮镇定的。身边有很多朋友可以这个让我学习。到时候那个通告不要接太多，不然会来不及去到场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对你就是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再去差一点点。好，对啊。我们来看看 NONO 跟海军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步一步。今天在球场，那个 NONO 那样，妈妈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他说我不知道，看到新闻有很不高兴吗？是，我马上打电话骂。等一下，我 NONO NONO， 人取名字是很有关系。如果你一直要叫 NONO， 这件事情是 NONO NONO。因为我想说要保密，所以我只有给马国碧一个人知道。对。还有那个另外那天球场主持人浩子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而已，整个球场没有。然后我们知道球场现场的时候才碰果汁才知道，然后碰果在那边已经热身了要下去投，哎，但你诺诺被求婚，也想了很多要讲的话，用各种语言去说服他们软化他们。跟我岳母讲说，就是海军嫁给我，虽然我们会住在台北，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，对，但我跟他说，是少一个女儿，是多一个儿子，这样子，请他放心，对。我也特别搬来这个沙发，对，这个沙发坐得很容易昏，真的。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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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会比较快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凭良心讲，几乎啊，就是来这里。想结婚的，而且想生的，真的都会中，百发百中。百发。当时怎么样去告诉先生？那个先生的表情是什么样子？哎，我起床，起床，我要去那个厕所一下。然后他就裹着被子，好紧张，在那边裹着被子等待那个消息，这样。然后就从浴室出来，然后我想说先整他一下，因为我平常都很爱，就是闹他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怎么还裹着被子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哎，你再接再厉吧。”
然后他就说，是哦，然后他就不相信，我说我帮你看啊，然后说你就那个验孕你就核对那个盒子上面会跟你说明这样子，他两个核对，哎，核对说两条线就是有中奖的意思，然后就这么高大的人就突然变成好像三岁智商的人的那个样子，三岁智商是本来是这样，怎样两条，会啦，会瞬间失智啊，真的会觉得，哎，那我接着下，我怎么办？我再做下一步，我接下来是把老婆抱起来啊，可是又怕动到胎气，对，就是没有经验，就不晓得没有见过这个场面，所以不懂，对，然后想说啊是不是要赶快先去看医生这样子，对。可是他连在人家妇产科啊，听到那个胎儿的那个第一次听心跳声，他也这样子，我都没有哭吗？他第一次听他就哭了，对，因为我以为想说跟我们的应该是砰砰砰砰这样，没有很快，他就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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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我小孩怎么了？对啊，比那个重击啊，那个阿磊的那个比。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没经验呐，是不是？好，就很感动啊。对，你要唱歌吗？那因为我以前呢，就是有一个组一个世界知名的这个乐团哦，叫哈哈乐团。然后想说刚好就是过年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来一点喜气，那我来指挥，然后带领大家唱一些过年应景的歌曲。我们要唱吗？我跟你说，跟观众朋友说，我们完全没有彩排，但是你们马上就成为顶尖的哈哈乐团。OK OK， 厉害。啊，哈哈，这样子。但是最后就是大家看我，这就是。声音很大声，声音很小声，这是停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呢？停的时候呢，我就指小燕姐，那你就自己唱那个这个节目的那个对。小燕姐，只要这四个字就好，你就这四个字就是 ending， 然后小燕姐唱小燕子耶，然后我们就啊停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练习一下？小燕，阿妹老师，小燕子耶，好不好？就这一句哦，所以我会指向你，大家都停，然后指向你就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来，大家准备哦，准备，好，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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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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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。哈密老师荣登小燕之夜灵魂人物，弹奏效果超有梗。我们节目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，这个人就是阿密。阿咪老师是所有主持大哥御用的 keyboard 老师，是比一些艺人好笑很多，而且他的效果是在艺人铺梗的前面，前面他就点，他引导你哦，对对对，像马国贤讲话他就不谈了，马国贤算了算了，再访问马国贤讲什么？今天很重要的哦，哇，就是刘真小姐。刘真小姐嫁个美女，在2011的这一年会怎样呢？瞧，阿妹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跳了。不行，小燕姐，我有。
两个男朋友都是因为叫我不要跳了，然后我坚持要跳，所以就分手。就刘真，你都不会以结婚为前提。我现在当然是以结婚为前提。问一下，刘真小姐，你最希望台下谁在看你？会不会很亮？就他会不会影响你的演出？这个问题飞哥有问过我。然后我的答案是周老师。啊，周老师。对。也没有一个人打歌打到我一直在讲他的歌名。很少，很少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爱刘真。他是一个，他很好，不要再说了，很好的女孩子。她不论在气质、学历、她的内涵、她的外表、她的舞技、她对舞蹈的坚持，都是令我很感动的。哇！刘真，你要好好待她。你要好好待他，我一定会。老师，你要珍惜，因为你是因为跳太好叫，然后男朋友叫你不要跳，然后我是因为跳太不好，他叫我不要跳。没有，那两个叫他不要跳的都再见。那这个是很珍惜他在。对。那天那个 ending 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话，很感人。真的。你有看那集吗？有了，这个再说没看了，是一起看吗？我有。沙发搬过来，沙发搬过来，沙发。另外一个没来，搬沙发干什么？先磨。可是，那天在看的感觉是什么？就觉得，其实我很想知道你那天看完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有吓到，因为就像小燕姐讲，我不知道会，就是她会讲这么多，对，真的，我看了之后有吓到，但是我自己看了小燕姐在最后讲的那段话，因为有时候艺人来上节目，小燕姐在最后会讲一段话，对，那我看了，就是我觉得很温暖，就是有鼓励到我，谢谢小燕姐。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说你有时候讲有时候不讲，我觉得，我一定要很真心的时候我才会讲，有感觉，觉得有感觉的时候我才会讲。那最近有很多时候没有讲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是不舒服，我录完了就脚很痛，所以那一阵子我心情是很不好的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做艺人呢，也不要讲不真的话。那不舒服讲了也没有用，所以就不讲，不要勉强说，不要勉强说，但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说。对，所以呢，哎呦，是怎么我要说？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。哦，有，对不对？有，小燕觉得有没有用？有用，有，来吧，抽牌。这个不要抽了，这个就不要抽了。对，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，每一次你都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如果他不在，我心情就很坏。哎呦，好，了解。他是让我录影录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一个人。当然，我觉得做电视都是团队精神了，楼上的导播啊，楼下，其实我讲这个人就是阿咪老师。今天穿的跟大龙套一样，真的。阿咪老师在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，他最高兴一直来我们节目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有钱可以便当好吃，不是，有别麦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给他麦克风可以讲话，有机会可以说话。你也不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不，一开始因是因为小燕姐，真的。那后来就不是因为小燕姐。这个在这里讲可以，但是讲出来之后可能不太好。不会，没关系。就是同一天，我当这个录影的当时同一天啊，有很多的其他的主持人，对。但是我必须来小燕姐这边，那其他人他就不敢讲。我说，因为你今天不能来，因为录小燕姐，哦，所以没有人敢讲话。对对，哦，
会啦。原来他是拿我来挡。因为阿咪老师是所有台湾综艺圈所有主持大哥御用的，对，是 keyboard 老师，大家一定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阿咪老师是比一些艺人好笑很多，真的，而且他的效果是在艺人铺梗的前面，前面他就点，他在引导你哦，对对对，像马国贤讲话他就不弹了，救也救不了，然后他帮你 Q 歌你也不会唱啊，那干脆马国贤算了算了，再访问马国贤，然后就这样，国贤哥啊，对，马国贤。还有啊，如果这个来宾讲的不好，他就在后面谈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说阿咪老师，你在练琴吗？好，其实阿咪老师的乐趣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次很低调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花个30万。第二次很高调，花300万。很伤，很伤。没有，可见这个女人多耐用。哇！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哦，阿咪老师聊我，哎，对，他们阿咪等一下见他。人家说你耐用，你要开心。哦，我们所有人就这样互看，因为那扇门他自己打开了，他有锁的哦，他有那种像类似古时候那种钥匙孔的那种锁，对。然后就觉得看一看，然后旁边这张床摄影。小孩，然后一个小孩是那个印象很深，是你开始梦到的时候是小 baby， 很小的小 baby， 然后隔几年他大了，再隔几年他更大了，会不会真的有那大人？所以你还是有这个疑虑嘛，这对不对？这就是自己的疑虑，好可怕！你弄个叫 daddy 的好不好？去啊，就是在想，他也不想想我，他这个主持人有多老，可以这样吓的。他常常这样，他常常会突然砰，就所有人。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乐趣。然后我现在发现了，就是每次小燕姐现在很厉害，像我们那天我们要突然要吓他，之前我只是在这样用手势而已，小燕姐就已经开始注意这样。小燕姐工作内心一把火，怒呛节目没良心。小牌一定不错，但大牌一定有问题。大牌是？怎么了？不要再强迫我了。这件事情有一个人要来解决一下，我是要告诉他我在这个节目到底做了哪些事情，请你问心自问，对得起我。你知不知道你的主持人年纪有多大？在我心中，小燕姐一直是18岁，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事她。我现在发现了，就是每次小燕姐现在很厉害，像我们那天我们要突然要吓她，之前我只是在这样用手势而已，小燕姐就已经开始注意这样，然后所有的来宾都没有人知道，结果大家都吓到，只有小燕姐没吓到。我已经被吓了多少次了，每次都从椅子弹起来，你想吗？对我来讲，而且你是离喇叭最近的，对啊，坐在这个位置。而且阿咪老师会用音乐控制艺人，比如说他会放 Tango 的音乐，然后你就会起来跳舞。对不对？他很厉害。对，而且他有的时候。本来人家没要哭，他一弹人家就很会营造现场的气氛。对，今天阿咪老师平常啊，你都帮我们，你今天来 solo 一下哦，唱歌对不对？要唱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他很会唱歌。我跟你们唱，你最珍贵。不要跪，就这个机会了，因为其实我还好，他们其实他们我的同伴比较熟。所以这位我一定要讲，他来我们节目其实是看人的。真的吗 ？Dream Girl 他就会来。对。他如果今天是什么张克凡、小钟啊，我们这些他就打电话，阿本你来打。
运不错，但大牌一定有问题。哎呦，我觉得小燕姐完全有当心理医生的潜质。真的吗？这么准？会观察这个微表情。真的？什么？肢体动作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刚刚是先看小牌是什么？什么事情？这是什么？是个火炉吗？壁炉，壁炉，哦，壁炉，温暖，温暖，哎，火蛮旺的，火在旺，火蛮旺的，嗯，旺。大牌是什么？强迫，强迫，强迫，什么意思？强迫壁炉，强迫壁炉，生火，强迫壁炉，懂了吗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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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壁炉是小燕姐心中的一把火，心中的火，然后不要再强迫我啦！我可以演舞台剧吧？可以。对，保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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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好这件事情有一个人要来解决一下。是谁？这个人，我们节目呢？其实大家看到的制作人是孙乐欣，其实幕后还有一个黑手。哦，那我们都认识的人吗？对，都认识的人。家里一堆公仔的人吗？你是爱开车的吗？对。好，我一定要讲，我们真正的幕后的大老板是郭建宏先生。是，郭老板要来了，郭老板，郭老板，郭老板。不是郭老板吗？好，那就不用，那就不用做了。我是郭老板，郭老板。这个这一位人呢？他每次节目来都让孙乐欣展露在镜头前面，然后他就在背后戳一些，哎，你们去做这个，你们去做那个下指导棋，哎，下指导棋，哎，好，不要再强迫我了，是，好，就是来，这就是江湖上人称的黄玉水，在他的人称当中做过，这一年他做过两个节目，一个节目叫做猪哥会社，一个节目叫做小燕之夜，就是啊，都是动物类型的节目。你跟他在那边都是，哎，牛排有点冷，帮我换一下。我说我的节目到今天呢，已经三年，你从来没有来过现场，也没有拍到过。他说：“那好，我来，我当蜘蛛人来，好不好？”因为露脸要有露脸的价嘛。好，那这个他们昨天没有跟我讲好价钱，我就说那就是蜘蛛人。你是制作人，你还跟谁讲价钱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敢不敢不敢。那你今天来这干嘛？这我今天来呢，是其实说实话，捐出来，捐出来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来的，我是捐出来。这个捐赠器官这件事情是一定会的。叫你捐器官啊！好，哎，其实啊，他今天啊为我剪了一篇 VCR 主持人片。是啊，是哦，很感人的。很感人的吗？会吗？该不都被吓？不是，我是要告诉他我在这个节目到底做了哪些事情，请你问心自问，对得起我。原来是这档事儿。好，你看一看哈。然后面带微笑，看好了。等一下，有受伤？有受伤？没有哎，没有哈。目前为止没有发生。没有发生吗？等一下会不会发生就不知道。哎，对。哇！大家疼爱。帅！手还出不来耶。今天小燕之夜也快要结束了，在每天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跟你说一声，朋友。下礼拜二，手也差不多了。下礼拜，两度要
其实也有更轻松的方法，制作人找一下接下来的主持人。很好很好，定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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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我想用节目为什么要做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不是不应该做的。我今天做这个主题呢，是主持人自取屈辱。丹浩，你觉得你的腿美吗？还不赖，还不赖，还不赖。但是小高个子的小长腿，就是给我难堪就对了。这是谁的？自己差不多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，然后他就所有澳洲人吗？啊，澳洲这个吗？而且你再这么搞下去，你快变圣诞树了。真的？你知不知道你的主持人年纪有多大？对呀。其实我已经算国宝类的了，古迹类的，所以走过去也只能远看。你晓得那个蜂王啊，那个蜂王石头都不能靠近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在我心中，小燕姐一直是十八岁，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事她。在我心中，小燕姐一直是十八岁，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事她应该。别走了。你说喜欢，你刚才说她是台湾综艺界的营养好了。国宝哎，没有，小燕姐在这个节目付出真的超多，因为好几次，比如说小燕姐感冒生病，然后还有扭到。真的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下是不是，要停捧？哎，没有，哎，他就进来，然后就，然后他还说，哎，你还好啊，好，然后我就说，啊，这个还是五级嘛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走嘞。这个火是很难灭的，知道吧？这个火只有他自己可以灭。没有，这是我对节目的热情，热情，热情。凭良心讲，我一直讲说，做节目啊，真的电视台。做一个节目是绝对不是一个人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主持人你站上去就可以，其实不是。摄影大哥，你没有拍到我，你不准找我，导播也 take 不到我，所以少一个人也不行。啊，音响啊，你不出声音啊，啊，孙乐欣就要骂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阿咪老师，没有你们来，我一个人讲什么独白吗？对不 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，我要非常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照顾。谢谢小燕姐，非常谢谢小燕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新的一年啊，来恭喜恭喜。好，恭喜，一定要。我也要找他主持哈，我觉得。不，好啊，唱歌自己唱就好了，跳舞自己跳就好了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小燕姐，不要忘记了。这什么？这个就是让小燕姐身体会更好。又要运动了，又要运动了。你抓着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方便的，你就是这样子，又可以放松，你不用又可以再录舞机，然后他也可以抓着一边手贴着，然后这样拉起来。哎，好棒！对，可是要贴着。不要扭到，不要扭到，大过年不要扭到。生完孩子再做这个，哎，这个还真的不错。对啊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他还有很多比较难的动作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